是于善瑞，曾于1983到1990任过河北大学的校长，现在通过视频向河北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们送上最美好的节日祝福，衷心祝福河北大学在新的百年起点上继往开来，努力奋斗，再创第二个百年辉煌。我是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77级毕业生樊刚。毕业后这40年呢，我们有幸参与并且见证了中国伟大的发展进程。教育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形势下，更要求我们培养出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理论基础扎实、有探索精神的这样的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各类的技术专家。这是学校的责任，是老师的担当，也是我们同学们的使命。作为学长，我衷心希望在校的同学们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学业有成，将来取得伟大的成就。最后，再次向学校和学院领导，向各位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母校河北大学百年华诞越办越好，创造更大的辉煌。我从河北大学毕业，就到北京燕山工作，后来又考上中国科学院长春英语化学研究所，读3年，后来到深圳工作。如果没有河北大学这个基础，我们后边的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在1998年创立了这个深圳市沃尔荷材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是2007年在深圳主板挂牌，去年，销售额达到40个亿。我再次来到河大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走过了全国各地，但来到了保定，依旧感觉特别亲切。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生活过的地方。河大也变得比原来校园更大了，校园更美了，高楼更多了。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把母校放在心中，我们为成为这个大学的这个一员而感觉自豪。所以在这个百年校庆之际，我祝愿我的母校河北大学能够越来越好。我是2001年入学的河北大学校友尉迟林佳，在这里恭祝我的母校河北大学百年华诞，桃李满天下。同时也要恭贺河北大学工商学院20周岁生日快乐。我是2011届的毕业生王欢，现在呢就职于河北广播电视台，马上就要迎来我的母校河北大学百年校庆、工商学院20年院庆的重要历史时刻了。在这儿我要祝福我的母校沿历史芳华更展宏图，再谱华章。河北大学历经坎坷，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河大学子，希望母校在昨日辉煌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灿烂的篇章。祝河北大学百年生日快乐，在新的100年里向世界百年强校进发。祝河北大学百年生日快乐，祝愿河北大学越办越好。作为河北大学大一新生，我很庆幸恰逢河北大学百年校庆。桃李不言满庭芳，弦歌百年今又始，祝愿河北大学宏图更展，再谱华章。百年传承，桃李满天下，感恩母校，祝母校生日快乐，越办越好，耶！百年河大，桃李芬芳，青春河大，共创辉煌。今天，河北大学日本校友会的部分代表，我们聚集在东京塔下，共同祝福我们的河北大学迎来了百岁生日的庆典。百年河大，越办越好。百年河大，越办越好。大家好，我是河北大学的留学生兰嘎拉姆，来自泰国。我的名字叫做亨利达斯，来自赤道几内亚。叫凯蒂万，
来自格鲁吉亚。我叫王敏，来自苏丹。我来自英国，我叫 James Chambers。 我姓马壮，我来自毛里塔尼亚。我叫王家和，来自俄罗斯。我是爱德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叫刘顺雄梅，来自越南。大家好，我叫外籍小郭，来自日本。今年是河北大学百年活动，这次机会我对学校的栽培表示真挚的感谢。百余年风雨沧桑，培育出了万千栋梁，感谢你，我的母校河北大学给了我知识和力量。河北大学一百年岁月，记录着每一刻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一路同行，感谢有你。衷心的祝福母校越来越多的培养优秀人才，不断创造辉煌。我爱河大，我爱河大。Hello, my name is Adrian Smith. I'm a proud member of the Hebei University family. It's been the honor of a lifetime. Happy 100th birthday, HBU. My name is Jimmy, and I taught there at the university for 5.5 years. 大家好，我是 Thomas， 我在河北大学当过2年半的老师。不忘初心，继续加油，河北大学是我的家。Congratulations, 大王 love HBU on becoming the 100th year.I am a teacher of Portuguese language and we are from Brazil. It's a pleasure to be part of this university. 我爱河北大学。我是河北大学葡萄牙的老师。我祝河北大学诞生100周年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我爱河大。So I wish all the best.And a bright, bright future for Hebei University. I love Hebei University. I love China. I love HBU. I love China. 我爱河北大学。And I love Hebei University. 我爱河北大学。I love Hebei University. 我爱河大。I love Hebei University.就一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Here we go，走在爵士路上，闻到鸟语花香，牵动青春的梦想，活力光芒四射。我爱我们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让我们发扬中华儿女热情的本色。听到热声再次响起，太阳东方升起，砥砺前行，拥抱未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大家好啊，这里就是河北大学新校区，我带大家进去转一转啊。这边是教学园区，现在门口这条街呢叫这个学院街，路西是河北大学新校区的教学园区，然后路东侧是这个河北大学新校区的生活园区，学院街呢是南北走向的啊，我带大家进去转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墙上还有一个牌子，写的是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我带着大家进来转一下。这个学校建设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我上学的时候，对这边特别熟啊。左右两边这边都是教学楼，这个河大新区这边分这个教学园区和这个生活园区，所有的这些教学楼啊、教务处啊这些行政单位都是在这个教学园区啊。我现在带大家转的这边就是教学园区，教学园区呢在这个学院街的路西侧。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些楼非常漂亮啊。像这个钟楼的塔台，有点小欧式风格的啊。上课下课的时候都会有铃声响起啊。这边是一个公园，这边是一个公园。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只有这几栋教学楼啊，就是这个 A1 A2 A3 然后这边过来 A4 A5 A6 只有这几栋教学楼啊，然后还有就是西边这几栋远处穿过公园这几栋红色的行政楼，然后那一栋是一栋研究生楼，这些行政楼是没有的啊。这个大楼看起来像一个行政楼，我们从这个公园穿过去，我带大家转一下。非常漂亮，夏天的时候这些人工湖里都会有水的，还有喷泉。这里应该是一个孔子像吧，应该是一个孔子像。这是一个孔子圣像。香港孔教学院，孔敦学院，哦，香港孔敦学院，孔子和敦煌应该是孔敦学院院长张思嘉敬赠啊。这个孔子像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张思嘉院长赠送敬赠的啊，非常漂亮。这就是新盖的，应该是一个行政楼，在整个学校的中间。这边是孔子像，这个学校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已经提前回来的同学，明天后天报到，好像是明天报到，25号正式上课，就是周一，可能25号应该是个周一。对，今天周五，明天周六、周日、周一上课啊，应该对啊。这就是行政楼啊，我现在已经走到行政楼的后面来了啊，也就是北面，这有一个亭子。好，我们沿着这块就这样出去了啊，我们就这样出了这个教学园区了。河北大学新区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这个色系啊，就是刚才我拍到的教学楼这个色系，硬件也是非常的棒啊，校园景色我觉得也还可以，当然说比不上得天独厚的那些像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这些依山傍水的这些学校啊，肯定是比不上这样的学校有历史韵味和那么漂亮的景色吧。但是在普通的或平常的这些大学里面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学校已经建设的算非常好了啊。好，就拍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我现在是在河北的保定，前方是河北大学的主校区，主校区又分为南院和北院，咱先去对面的南院看一下，然后再去北院。这是南院里面，正对面是个主教学楼，它这有个导览图。大概的转一下吧，先转南院，再转北院。这个是主校区，它还有分校区，
分校区也叫新校区，还有一个医学部，三个校区，对面是多功能厅、主教学楼、图书馆。这个河北大学最早的校址是在天津，1970年迁到了现在的保定。在天津的时候叫天津师范大学。环境不错，体育中心。往前是宿舍，这个是综合教学楼。这里的学生好多是在北院上课，在南院住。南院主要是宿舍楼。现在去一下对面的北院。那为什么不跟雅慧一块走啊？知道，像个盘。看我一眼，要过马路。我现在进来了，这有个导览图，北院。第一教学楼，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博物馆，理化建筑，生物一夫楼，生命科学院。笑死我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与环境科学学院。真的吗？内壁。谁说你这个没有教室开始与工程系。排球。这种筷子还比较好，是竹子的，在北京那边。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塑料的，包括清华、北大、理工、航天。这边勺子是铁的，筷子是竹子。这边应该就是宿舍楼了。行，这就是河北大学主校区，结束了。
到了河北大学校园内部了。首先到达的是他们的这个主教小楼，然后旁边是他们的图书馆。保定是首都南大门，毗邻雄安新区，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山清水秀，还有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很多美食可以品尝。出来学校便有一种诗书幽而人意近，攘则凉而云木方的感觉。古木参天，修竹成林，玉秀通幽，坤玉明丽，每个校区都有着不一样的美。学校始建于1921年，初名天津工商大学，1960年改建成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春秋待续，岁月不居，燕赵故地，巍巍学府。即将迎来建校百年的河北大学，从风雨中走来，在时代中砥砺，于岁月中沉淀，以百年之底蕴充一流之风光。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河北大学启智乐学辈出名衔，曾享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的办学美誉。学校曾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400万伏静电加速器，创立了河北省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引进了河北省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培养出河北省第一位中科院院士。河北大学乘时代之长风，挂万里之云帆，跻身国家部省合建高校之列，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办学实力日增，社会声誉一彰。来到河北大学，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报告厅和体育场，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博物馆，菜品丰富的网红食堂，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保障。学校的老师是热情激昂的，课堂上引导学生们各抒己见，使我们成为课堂的主人。在河大呢，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有学校坚持两大课堂互动、互补、互融培养模式下所提升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培养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学校始终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确立了文科登峰、理工振兴、医学崛起的学科建设目标。发挥学校位于京津冀中心城市和毗邻雄安新区区域优势，重点建设燕赵文化和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两大学科群，主动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积极对接河北省文化旅游产业、医药产业和现代绿色产业。学校目前设有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4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30种。
95个本科专业，是全国学科门类设置最齐全的高校之一。学校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4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2个，并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河北大学汇聚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开展一流科研，传承一流文化，转化一流成果。校园中还有近200个青年组织和学生社团，使我们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我们积极践行志愿者精神，展现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学校持续严谨的分割和开放包容的态度，使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爱上中国。仰看云起，埋首奋进，以一流之追求，创一流之业绩，成就一流发展之事业，使代代学者筚路蓝缕，捧土培根，使代代学子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初心弥固，薪火相传，得以成就百年河大。40余万学子遍布八方，尽展芳华，服务祖国，贡献世界。百载春秋，时至辉煌，河北大学期待着你的到来。欢迎报考河北大学。